所谓。之前因为突然有些事儿，所以很抱歉放你鸽子了。干嘛这么客气？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而且，我们之间不用说太多，默契就好啦。是，再有默契，可是准备的时候还是得谨慎点吧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小窝呢？他在沃格瑞老师那边学的怎么样？那挺好的，所以刚刚给他放了假，然后刚刚回国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代表你们俩同台演出的那一天也快到了。啊，对，是吧？怎么了？看你有点勉强啊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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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了，咱们时间不是挺紧的吗？抓紧时间讨论吧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慢走。秦叔叔，秦叔叔，啊，秦山啊！您放心吧 ，RS 乐团一定会重新聚起来的。好，好，但凡你们想做的事儿，总能做成。我做你们的坚强后盾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找秦帆？对，他在楼上，我帮你叫下来。哎，别别别！叔叔，您不知道，他这几天啊，老躲着我。您这一喊就打草惊蛇了，他肯定会溜走。我还是自己上去找他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就求个婚，你至于吓成这样吗？开门。不开。行啊，那你就待着吧，别吃饭，别喝水，也别上厕所，我今天就耗在这儿。还买了小迷糊面膜呢，准备送我呀？说起来，它也算是咱俩的爱情见证吧。你第一次不就送的我这个礼物吗？然后我就这么迷迷糊糊的喜欢上了你这么个中二留级师弟，哎，我都说半天了，你赶紧给我把门开开。说不开我就不开门，我都说不开门了。你干嘛呀？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我也了解你不是一个没有责任的男人，你为什么怕成这样呀？你是怕彼此朝夕相处在一起会暴露更多缺点吗？还是你害怕婚姻生活呢？我不是怕，那你这是干嘛呀？因为谁让你在我最失意的时候跟我提结婚啊？我想结婚，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了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结婚。那天结婚，我确实是脱口而出的，但是这两天我很仔细的想了想，我仍然觉得我做的对。我认为谈恋爱，你是要找那个能给你新鲜感的人。而结婚，你是要找那个我们都彼此互相看透了解却还想要在一起的人。你同时给了我这两种感觉，我确定想和你在一起生活，我确定我喜欢你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再重申一次啊，我现在是求婚不是逼婚，选择和接受的权利都在你手里，答应不答应给个痛快话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齐正，齐正，有些事还是要男人来做。虽然你迷迷糊糊的就跟我好了，虽然我们迷迷糊糊就在一起了，我们可以迷迷糊糊就在一起一辈子吗？排比句说的可以啊。哎，别打乱我情绪，秦商。你愿意？我嫁给你。拜拜拜拜拜拜。
哎，方小魔，那你现在应该算是钢琴音乐家了，感觉你这次回来气质都没怎么变，是不是很有优越感？这初心你懂不懂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回来见到师哥了吗？当然了，我一回来就见他，要不是因为他的话，我的课程还没那么快结束呢。我在巴黎的时候就很想念这里。哎，我天哪，你够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在巴黎有见到宋冉吗？宋冉好像最近要回上海开演奏会。啊？宋冉要来上海开音乐会了？对啊。上次他妈妈来，我还以为他妈妈不让他来了呢。我们到时候一起去看宋冉的音乐会好不好？加上李真言，我们一起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叫师哥干嘛呀？师哥那天不是也要跟他一起吗？干嘛？师哥，你师哥他怎么了？师哥要帮宋冉演出，你不知道吗？干嘛老踢我呀你？你是不是心比脑袋大呀？啊，他没跟我说过，他可能忘了。来来来，喝，小窝，恭喜你，好，恭喜你，小窝。你先说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为什么你总是走那么快？我一直都是在后面看着你的背影，我一直都想追上你，可是总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，是跨都跨越不了的距离。王小窝，你看，我们现在都已经靠得这么近了，为什么中间还有这么大的缝隙啊？这样不就没有了吗？小窝，自从认识了你，我做事就多了一些优柔寡断。因为在乎，所以三番五次的顾虑犹豫。隐瞒这次合奏是我不好，但与宋冉的合奏，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得不履行的工作责任。希望你能理解。我想跟你说，你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缝隙。因为你是我最亲近的人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我上次就说过了，我要去幼儿园教小朋友弹钢琴，当幼儿园老师，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在美妙的音乐当中长大，然后跟李真言每天在一起。跟李真言一直在一起，做不到了。你看看他们每天都在为这条路努力。而你，难保不会被甩呀。李真言才刚刚踏上他真正的舞台，而且会越走越远。可你呢？如果始终这样的话，总会有一天，你会够不到他的。
希望我下一次站上舞台，是和你一起。我可以吗？建言哥哥，你怎么真的走了？咱们还有首安可曲没有演呢。安可，他们很热烈在等我们。小冉，我觉得今天可以走啊，快点！哎，别多想，走。
小翁，对不起，是我的犹豫伤害了你。小窝，这么冷，干嘛不进屋啊？坐在这儿。你今天表现很好，宋然也很好。哦，谢谢。其实我今天跟他合奏是演出需要，我本来打算之前跟你说的，但是我。真的喜欢我吗？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嗯，我喜欢你。我们会永远永远一直一直在一起。发什么愣呢？吃饭。一会儿我和顾生约好了，去说樟木新汤圆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李真言，嗯，我一直忘了问你，昨天你演出的时候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如果将来能和你一块登台演出，就更开心了。吃吧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是我回来了，你是来接我的吧？小窝窝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李真言又欺负你了吗？啊？李真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快！到底怎么了？使劲哭！奇怪了，这孩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按时交作业的，今天怎么会联系不上呢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哎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
啊，还行吧。有的人吧，就是要吃亏之后才会去争取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李真言和宋然合作演奏了你想跟李真言合作的曲子，所以你就……不是，是有更珍贵的东西被夺走了，对我来说很特别，很珍惜的。你讨厌宋然吗？那你真正的认为那次演出非常精彩吗？是啊，每个热爱音乐的人都会为那场精彩的演出而感到热血沸腾的，而每一个学习音乐的人呢，都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比舞台上的更加精彩，对不对？小窝，要不要自己试一次？是啊，哎呀，咱们的小窝啊，在摆气的时候，别人都说咱们是啊吊车尾，只能在乐团去当什么吉祥物。可是后来我们去了巴黎，巴黎是什么地方？灿烂的古典音乐之都，对吧？结果以后怎么样呢？是不是还是吊车尾呢？是不是还是只能当吉祥物呢？吊车尾怎么了？谁在乎？我才不是什么吊车尾。这段时间我尽我的全力去学习，虽然我很讨厌学习，但是我都有撑下去。我知道原来的我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都有去面对，都有去改变，到头来还是这个鬼样子。宋然，我知道他很不容易，每个学琴的人都很不容易，但是他从小都没有放弃过学习钢琴。李真言也是，他们都很厉害。我知道，这才是我现在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超越他们的事实。我真的知道，李真言和宋然是天生走在舞台上的人，我差得太远了。小窝，来，再跟我弹一次琴吧。好久都没有听到小窝弹琴了。我害怕。怕什么呢？如果你真正向往舞台的话，就应该拿出全部的热情投入进去。只有真正的在舞台上演出过，你才能知道你的光芒是多么的耀眼。小窝，只有真正的去碰撞，去面对，你才会比想象的更加快乐。相信我。你不会后悔的。抛开一切杂念，一切的不如意，用你的心在舞台上去演奏你想演奏的音乐，然后让全世界都听到。
你托我的事情呢，我已经帮你搞定了。对了，乐团那边的准备工作你一定要做好啊，别到时候掉链子啊。啊，是吗？太感谢您了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嗯，再见。小姨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你的投资一定会有回报的。贝少刚刚跟我打电话，说他已经帮我联系上商演了。是骡子失马，要拉出来溜溜才知道。我有眼睛会自己去看的啊。抓紧时间，今天我要通宵了。喂，其实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行，嗯，好，这边交给我吧，你放心。啊，等你消息，嗯，拜拜。姐。哎，姐，啊，师哥呢？他去联系招募新人的事情了，他刚给我打电话了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是吗？贝少芬呢，已经把我们的宣传广告发出去了，有商演开始找我们了。哦，师哥真厉害。嗯，不过咱们确实得先招新人。对啊，我买了早餐。嗯，谢谢你放这儿吧，我等会儿吃。嗯。你把这个谱子拿去印二十份吧。林青商，你为什么拉黑我？林青商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拉黑我？你听到我说话没，林青商？你为什么要拉黑我呀？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呀？是你自己要跟我求婚的，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呀？听懂我说话了没？啊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是不要我了吗？是不是嫌我太烦了？做人要有诚信，你懂不懂啊？怎么回事？勤奋他就是自作孽，他在我姐每条朋友圈下面留言，嘿嘿嘿，新章跟我求婚了，我姐嫌他烦，就把他拉黑了。哦，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是不是你跟我求的婚吗？对。那怎么办？我反悔了。谁说你反悔的呀？离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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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如果要反悔的话，那刚刚好。反正我本来就打算要跟你正式求婚。拒绝！拒绝！拒绝姐！拒绝他！拒绝！林霆商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我最喜欢你每次骂我的时候，脸红彤彤的，嘴巴嘟起来的样子。虽然有时候我做事情很掉链子，可是只要有你在，我就觉得心里很踏实。虽然我现在没有钱，也没有成就，可是只要有你在，我就觉得好像都有希望。虽然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准备，可是我已经准备好跟你过一辈子，李金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正式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起来吧。走了走了，哎，我们要练习是吧？我很难受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说你怎么让我过来，又是这种荒唐不靠谱的事情，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自己的病不想着一点，现在又为了这么一个女孩大费周折，你到底是想我早点死，还是想你自己早点死啊？费大师，你得了什么病啊？小吴，我也不瞒你了，费事儿确实得了病了，而且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，他们说叫什么逆生长。放心吧，伊丽丝姐姐总是说话那么夸张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好吃吗？那你要注意身体啊。放心吧，吃吧。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吗？方小吴弹奏我已经听过了，
如果他没有这个水平的话，我也不会有这个主意的呀。可是你要清楚，这相当于他的个人出道演出在你的巡演上。那怎么了？一旦他的表现不如人意怎么办？媒体会怎么想？他们会随意的揣测你，那你的名声不就毁了吗？我的天哪，我不在乎。而且啊，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他的演出。不接。我是 Fisher。老费啊，我跟你说，小沃不适合通过你演奏会出道的，这样他压力会很大的。亚洲啊，你为什么对你自己的学生这么没有信心呢？啊，再说 ，OK， 你说，我让他跟你直接说好吗？小沃，这是你的老师。韦老师，这一次演奏，我的愿望会实现的，所以我希望老师能支持我。但是，如果你不支持我的话，我也会照常参加。进去吃吧啊！对啊，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到。亚洲啊，对你的学生你应该有充分的信心，现在是小沃爆发的最关键的时候。可是你听我说，我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欣赏他的天赋，而且我特别羡慕他身上的那种纯真。当然我知道他要是想成长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，所以上一次我离开百七的时候，我就暗示过他，要学会自己长大。这次我再见到他，我发现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钢琴家。是该他绽放的时候了。可是他现在情绪很差，你觉得会不会适得其反呢？老李，我跟你说，当初我就反对你的打击教育，对吗？我觉得这个太极端了。对于这些孩子，过分的打击和保护都是无益的。我们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爱，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。好，好，好，老费，就听你的吧。现在都已经靠得这么近了，为什么中间还有这么大的缝隙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还行，就是拉的时候我觉得热情还是差一点。为什么你总是走那么快啊？我一直都是在后面看着你的背影，我一直都想追上你，可是总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，是跨都跨越不了的距离。喂，伊丽丝。我记得那个方小窝是你小女朋友吧？现在菲舍和她要一起闯大祸了。你是站在他们那边吗？菲舍回国了。嗯，而且菲舍打算在他的演奏会上和方小窝合作。可是，一旦有什
么失误的话，这问题可就大了。方小吴演出，不可能，他没跟我说。没什么可不相信的，新闻都出来了。这个疯子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收下你这个徒弟就已经够无语的了，现在还要当人跳板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